没丢了呀。他们还就两个人，但是不可能不敢打的，这个动作要把他们杀了。我操！我被假人不打了。老弟，我在烟里。我来啦！老弟，这没死啊。哎，开门！哥们儿，冲啊！我来了，在脸上，脸上，远点还有一个。哎呦，下高点，我封烟了。往右边开了。左边放的吗？左边的，我这倒了一个，倒了，嗯，倒了一个那边。哎，金镖人去，金镖人去，金镖有人了，在抽老人。他这个树，兄弟，看到没有？对呀，不单兄弟。哎，哦，我打完他死了，妈逼啊！哎，屁股疼啊！这人想去目标。啊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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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的，他妈全人！这他妈太离谱了，兄弟！哎，罗马！四标！六马，我杀了！好一枪！杀了！杀了！这个四标！四标吗？死了好像，没死！没死！还有。畜生，我说实话，哥们，我说你为什么想杀这边的工头？这树倒了。看一眼，应该这个树附近，在你们脸上的树应该很下面，哥们。妈的！你别急，你别急。勇者，你别急，勇者，等我一下。勇者给他妈。走！我填点子弹行吗？我填点子弹。走，可能是不是有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斜坡是有人的，兄弟。他来了！不是哥们儿，他上来抽了，他上来了。有一个吗？有一个上来的，我操！小天明给他抓的。是吧？我这车给他吸引上来了，哥们。谁？我没有瓶颈，我换一件。我搁哪呢？啊！敲了他两锅。打呀！哎呦！没事，厉害。不是，我一直在他妈给你找到了，哥们。